首系一首拉脱维亚嘅民歌，而呢首民歌里边个拍子系会有所改变嘅，例如好似头六个小节咁样，由第一个小节嘅二四拍，接住就会落到去第二个小节嘅三四拍，这个转变系直至到第六小节嘅，大家要留意啦，记得做准个拍子。呢首歌嘅主旋律系会左右手交替嘅，例如好似第三至第四小节咁样，个主旋律系出现喺右手。直至到第十一小节，个主旋律就去翻左手嗰度。考生记紧要将主旋律突出啦。